cosplay 女露闪 bra 赢咗。动漫 cosplay 决赛 ，cosplayer 施展浑身解数，做埋话剧，交俾我，嚟一场激战。不过最爆都系你啦！表演嘅时候撕烂件外衫 ，show 出闪蓝色 bra， 拎埋小组冠军。因为要破，即系表达一个破坏咁样之后，我先至最尾系重新咁样，都有谂过咁样做好似唔系咁好，但系又会觉得因为我哋系剧情咁样跟，咁其实系应该大家会明白嘅。你落足人力物力，拍戏一样。抵你攞全场总冠军噶！细个嗰时咧，其实都有反对第四届定系第三届嘅动漫节啦。我攞咗第一次冠军，咁爸爸妈妈咧就开始觉得 OK 喎，跟住就转接我就开咗做 cosplay 衫嘅铺头啦。好，我又请阿南佢咧。另一边有 Game Girl 为咗争冠军，送个飞吻俾龙友，攞下分先。再嚟多个劲歌热舞，哇！个个都跌晒膊，摆明益街坊喎。虽然有反靓模人士系咁黑，不过一于小李专心比赛，由吹萨克斯风嘅佢赢出冠军。动漫节结束啦，大会估计有68万人次嚟过，比旧年多大约3万人次啊！